上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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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。啊，那个没事，不怎么样，现在没关系。就刚才问了彤彤，彤彤说他没过，然后他说去找他。范师兄的，你好，我叫马大奇，然后今年16岁，然后平常就是喜欢唱歌，然后看电视。需要我们叫丁正兴，今年生日，然后平常就喜欢打打篮球，然后听音乐。对呀、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孙兰轩，因为喜欢唱歌，然后还有对打打篮球。你好，我叫刘耀文，今年14岁，我比较喜欢 rap。我们是师兄，不是导师。对对对，放松一点。你好，我是贺俊霖，然后今年15岁，然后平时就喜欢唱歌跳舞，然后喜欢去听一些相声。师兄好，我是张真源，今年16岁，然后就是喜欢唱歌和 rap。师兄好，我是严浩翔，然后我是喜欢 rap。然后偶尔会去下鬼屋啊什么或者什么东西，我蛮喜欢的。你们去韩国怎么样？有挺好的。对，就是在那边就是单身的。去了几个月？一个多月。那你一个半月？就一个半月。找事做一下了。因为刚进去，我们还是他们真的挺紧张的，因为今天帮他们在拍节目嘛。然后作为师兄，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克服这种？是慢慢就习惯了。什么样的方法？就是吸个漂亮的，把你注意力放到自己要做的事儿上面，就不要想，比如说我走红毯时候，我想那些媒体拍我时候我什么样的，他们怎么看我，你就想你要做的事儿你怎么去做，你就把自己的思想集中到要做的事情上面，就会好。其实说白了就是走个路嘛，大家都问题，那就直接走过去就好。然后有什么有什么要求啊，拍照什么的，到时候到那个点儿拍照，像那样就不行了。其实你们已经做的就是很好，然后就是可能舞台方面什么事情，就是大家都特别厉害，没毛病的。然后什么，看过必须得看过，必须得看过。然后台风蜕变之战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好吧，好。然后就是这个习惯习惯的话，多试试。他们现在也是在变声期的。然后他们在舞台上也很想展现自己，这个有没有什么技巧能够给他们，就是怎么克服这个东西？练习跟介绍唱歌，就是尽量去唱那些不是特别特别费嗓子的歌，然后练习也不要太轻，就是练声期还上好。练声期如果说你练的时间过去唱歌会很快，所以就是大家尽量。没事就让他们休息，因为变声期其实就那么一会儿，然后过了就好了。但是变声期的时候，你其实也不能休息，就是说你唱歌的练习可以少一点，但是你要比如说想唱歌的，就你好好选一选自己真正喜欢的曲风，比如说喜欢 rap 的，也喜欢唱歌的，就选好自己喜欢的，然后去研究研究，然后等这段特殊时期过了之后，努力，天王巨星就是你，好吧？然后还有就是在舞蹈上。在舞台的舞蹈表现上有没有什么建议给他们？就是练呗，对吧？就是多练，然后也在台下适应了，你上台就会，就你的注意力就不会放到我怎么再去适应这个事情上面，对，你就会把自己精力放到别的展现上。就是想问千羽兄，就是在舞蹈上就是怎么能做到，就是。更好的控制到自己的身体吧，就是因为我现在就是找不到发力点，有些就是轻重，就是现在爆发很好，但是控制不行。看跳舞，就比如说这些，跳 hip hop 也行，就是 hip hop 也行。假如你现在爆发力很好，不要再爆发，
居多八一八，就是跟那个韩国的老师或者谁的老师去多学一些别的发力方式，因为舞蹈里面有很多的发力方式，你学一学除了很爆发的发力方式以外的东西，或者你可以去练一练爵士，因为它有很多延伸的东西。对，所以反正就是除了你现在擅长以外的别的东西多练练。对，那就是如果多练现代舞也可以，你打练舞也是特别是欢迎兄，就是那个刚刚说，就是我习惯就是用嗓子。西北老师经常说这个问题，他让我找补仓那个，有时候找不到，那个有什么办法改善？可以啊，就是，但是我觉得怎么说怎么来了，因为之前我也是白人事，然后就是白人后来其实自己找到一个韵味，说不上来是怎么样，其实我就是真声或者声假声三个。你觉得这首歌，比如说，可能比如说他来唱，他觉得很低，他可能就。反正就是如果他来唱，他是假唱，那如果你的真声很棒，就是真声，就是怎么舒服怎么来。然后你要，这也是有点，可以就是在家里可以试着找一找，类似于如果要找头腔的话，你可以不要唱字，不唱一些什么，就是类似于这种东西的，你就自己对着镜子找一找。如果你找到的那一点，你就记住它，然后你就找怎么舒服怎么唱的，就是你的手。是一个条件。